晃得很舒服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叫做时光圣诞树冒烟的咖啡。现在的甜点都做这么可爱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我们先从圣诞老人。圣诞老公公，还有胡子，然后还有帽子，很可爱。里面是巧克力，这是巧克力酱是吗？嗯，来，这个就是主题曲，给它唱下去。Rudolph has a red nose， 哎，它的 red nose， 我吃了。海盐焦糖巧克力是不是？好吃吗？海盐是什么感觉啊？你吃过？海盐呢？这个咸的就有点中和掉，而且很香，对，就是会一直有那个香气。粉红礼物，而且它还有一个是粉黄礼物。哦，所以它有粉紅。好，这里啊，这里啊，这里。啊，这里十二入组会有。对，對有粉黄礼物，粉黄。粉红礼物跟粉黄礼物，你们可以。黄礼物与绿，黄礼物与粉黄礼物与树。哦，好好吃哦。吃了。哇，超好。扎扎实实的。扎实的酱。很可爱耶，而且你看这个细节一定要看到，这个树干，树干，它是 K K， 对，就是我们平常吃的那个 K K 巧克力，你就吃吧。回去，各位观众看一下，哎，就是一根，就是一根，扎扎实实一根，对，只能说他们非常有诚意。对，没有，看一下里面是有包东西的吗？没有，它就是提前放一整只放进去。棒棒，棒棒。接下来呢，我要来看一下等一下去哪里。啊，就这家了。太棒了，终于轮到我推荐的店了吧？你怎么会知道这一家啊？这不是那个广美打卡的店吗？酥油头。对啊，厉害吧？今天我特别选了这间店最出名的宝岛土帅。第一个，手做黑糖布丁白胡子。哦，所以这个是布丁。顾名思义就是手做的黑糖布丁，然后配上这个牛奶，一整杯，都是牛奶，100%牛奶。你看，最厉害来了，布丁水。那我要喝喝看。好，先喝。哎，来这边，纯手工布丁加牛奶，白胡子一点含水都没有。有没有？真的没含水，因为你一喝就知道那是纯鲜奶。第二帅，香港满杯旺鲜果，它这里的成分全部都是选用当季的台湾在地新鲜水果5到6种纯水果。光这样看就知道有百香果，因为它里面有这个百香果的籽。对，我觉得很不错，那间的很新鲜。第三帅，美好番茄青奶度，梅子的梅，美好，所以它有梅，梅子加番茄，生 B 啊生 B 就是这种感觉，绝配组合。重点是怕你太甜，对不对？底下是清茶，还有一个看到没有，女生最爱的奶盖啊。是在装可爱吗？奶盖的奶味好重，好好，好香。怎么样？开心到拍手吗 ？OK， 来，现在介绍第四帅。你说。青柠白胡子，我要讲它的 slogan。你说。香醇牛乳配上超清香的香水柠檬切片。这怎么怪怪气？哪来的？哪来的？这里啦，这里啦。就是这两个柠檬，台湾在地香水柠檬。为什么叫香水柠檬？它就是会散发出清香、清香的味道，而且很大颗哎，很大颗，超大一颗。我跟你讲，这就是一个循序渐进。它厉害的是什么？柠檬配上牛奶超搭哎，这就是宝岛五帅啦。这才四杯啊，为什么宝岛五帅啊？第五帅？五帅啊。一帅、两帅、三帅、四帅，正的 ，happy very good。第五帅，趁老板生气前，我们先去下一家。太棒了，吃这么多甜食，终于可以来吃咸食了。啊，咸食？为什么是吃咸食？你这样跟今天的主题不符吧？谁说港式餐厅就只能有咸食呢？不然呢？啊，眼睛闭起来，闭起来。
来，眼睛可以睁开了。香蕉，咸食之外，甜食。真的是甜食哎。第一道招牌鸡仔包，多可爱，多 Q。小鸡 BB 油哎。小鸡 BB 油是不是？小鸡 BB 油哎，你看小鸡 BB 油，打开来看，它的内馅更厉害。是啊。12月14号到12月25号有个圣诞节限定，变成圣诞鸡鸡仔包，变成愤怒鸡仔包，很凶。Angry Chicken， Angry Chicken， 嗯，小鸡七七哟，小鸡七七哟，啊，下一道 ，OK， 选一个，你要先介绍哪一个？我想先吃这个，这个，这上面是棉花糖的，没错，这就叫做缤纷棉花糖蛋挞。好胖！哎，好好吃哦！好好吃，它蛋挞选用的是原味蛋挞。嗯，原味蛋挞，对，它直接香气十足。嗯，然后配上这个棉花糖，不会太甜哦，是有综合的。而且它刚在蛋挞上面，怎么会那么刚好啊？是这样，很适合哎。棉花糖上面是有一点粘性的，把它好像有点把它包起来，然后整个很顺口的吃下。我觉得蛮厉害的。再来最后一个，来这个。还有这个叫做黑糖波霸珍珠蛋挞，我直接吃给你看。好。哦。哎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看一下。你看。哎，哇，真的是满满的珍珠哎。好有嚼劲哦。哎，好有弹性哦。蛋挞的底层整个都是珍珠哎。厉害。有一种很像在喝奶。真奶的感觉，对，然后是用吃的真奶，在吃，对，就是吃真奶，好好吃哦，我喜欢。嗯。哎呀，今天吃了好多甜点，好撑哦！哎，可是今天真的确实每一家甜点都很好吃，而且很多甜点都是期间限定的，所以如果你今天看到很想吃的话，一定要赶快去吃。我们今天呢使用的 Walker 搜寻这个功能呢，其实很方便，而且它不只有我们的编辑们最及时、最新的美食跟旅游的资讯，还有。部落客也会上去分享他们的资讯哦，所以你吃喝玩乐都会有人来，不用怕踩雷。没错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，拜拜。啊，对了，最后记得走之前先上 Walker 哦，拜拜。走之前先上 Walker。